杨丹姐，哎，给我弄一个菜吧。你要吃什么？我不吃羊汤了，今天。啊，给你摆个羊杂。羊杂？啊，我不想吃羊。这个是什么呀？那羊肚。给我来个羊肚吧。啊，拌羊肚。拌羊肚。拌这多钱一斤呀？这70。70一斤。啊，再来一斤吧。30块钱的。30块钱的。啊，好的。再切上点。是还不够。还不够。啊。这回多了，多了，多了就少一点了。30，30，30，还让3块啊？这他也不大准，反正秤风一刮他要跳。哦，这个羊肚就是拌着吃是吧？拌着吃，烧汤、炒着吃都可以的。都可以。嗯。今天宰了几只羊呀？今天宰了8个。现在都下午3点多了。啊，马上一会儿就收摊了。嗯。羊肉多少钱一斤？羊肉瘦的84，80，哎，剩了45。哦，这边给回回锅。红香再来点吧。来点。来点胡椒粉、鸡精和盐。哎，摇来了。哎呦，摇了个小菜，还加了个大葱。山东大葱。呵呵，这个入乡随俗，这是什么？热拌羊肚。哎呀，我们吃个热拌羊肚吧。人家都是凉拌羊肚，咱来个热拌羊肚。你真会吃。要了个小菜，这是多少钱？给忘了，我老忘了花多少钱了。它是热拌羊肚，人家是凉拌羊肚，它热拌羊肚。然后再配个瓜干酒，我先把酒倒上。在山东不喝瓜干酒等于败类。怎么样，我这倒酒的技术性吧，非常棒。喝酒配大葱，一盅顶两盅，要了我一嘴。这些酒喝着真是入口良香浓郁。我这词儿正的行吗？跟着发哥走，吃啥啥都有。